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好，是不是请刘部长？孙委员好。是，部长您早。部长，我想今天我们谈这个财政健全小组是。其实我觉得有几个观念哦，那么我们还是有必要要利用机会对外界来做一些澄清。好的。那么以避免外界哦对于有一些工作哦，或者是有一些政策的期望过高，譬如说，现在大家一听到财政健全小组哦，就会感觉我们要只要加税，政府的财政就可以健全。但是事实上，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哦，并不是仅仅只有税制一环而已。是的。那么我们政府有很多资产可以做充分的处理哦，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产业可以拉抬哦。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协助政府增加更多的收入，增加更多的税收，而不仅仅是听到财政健全就等于加税。是。就好像我上一次来跟您做沟通的时候，外界认为说公平正义哦就一定等于加税。未必如此啊。认为说缩短贫富差距就一定等于加税。我觉得这也太过于武断了哦。事实上，解决这些问题、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有很多，税制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全部。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一点哦？因为我很担心的是，税制的改革其实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是的。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民众要缴纳多少税收给政府，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可以收到多少钱，更重要的是税率的高低影响到的是整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的问题了。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到临了，你不可能只有台湾井底之蛙我们就关起来封闭，我们不往外走，或者是不接受外来的投资，或者是外来的一些相关的产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税制不具有竞争力，或者是我们的税制跟我们现在国家长远的产业的规划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也许短时间之内你可以因为税制的调整收到了一些钱，可长远来讲，你的竞争力一旦失去了，你所失去的恐怕是未来更大更大哦，更令人追悔莫及的。所以我要回过头来跟部长来沟通几个概念哦。就第一个，我还是一再强调，我想刚才您跟费委员也谈过了哦，就是税率跟税基的问题。是。税率跟税基要取得一个平衡点哦。当然，我们不可能无限的低税率，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税率？配合所产生的税基可以达到最大的税收。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啊。而且这个计算的模式不仅仅是台湾，你必须要横诸在全世界，就算不是全世界，你也要看看亚洲各国的税率来做一个比较。我讲的最明显的，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产业一个一个的往外走，因为也许香港，也许新加坡有更好的条件，他们不愿意留在台湾。我们看到有一些富人他们也在往外走，因为他们也许到了国外去之后会有比较友善的课税的环境，他们也觉得说我现在从中华民国国民变成新加坡的国民非常容易，并不困难，一下就走掉了。所以我现在要强调的问题是两个重要的观念哦。第一个，什么样的税率让台湾能够有竞争力？是。第二个，什么样的税率可以留得住这些要缴税的主体啊，不管是公司或者是个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遗赠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遗赠税的降低让很多人愿意在台湾缴纳遗赠税，让很多富人他们不需要在十年二十年前就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把钱往海外移转来避税，因为钱留在手边所要缴纳的遗赠税跟他们所避税的成本差不了太多。所以因为政府这样的调降可以让遗赠税增加，甚至可以让税基扩大。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来跟部长谈的，我想部长刚才讲的并不是很清楚，我给部长一点时间来谈一谈税率跟税基，财政部的看法是什么。是，我想这个就是说，因为税率是税率的高低就是影响这个企业的行为，那然后政府能不能够在如果说像调降税率的时候呢，能不能够调降税率，然后因此达到扩大税基，
然后因此甚至是增加税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想我认同说这个我们的税率要有国际竞争力，可是有一些我们也没有办法竞争，譬如说新加坡他们的这个所得税率看起来目前跟我们的这个最高所得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竞争，可是光靠税率的降低，我想这个是有困难。可是呢，我们不管这个税率怎么样调，我们是真的是要看，就是说所谓的 P 乘以 Q 啊，就是像企业在定价的时候，单价下降，可是你能不能因为你单价下降，你吸引到很多的顾客，所以你的量就变成很大，所以你总营收反而是增加的。我想这个其实是蛮关键。那所以我们会考量这个税率跟税基，尽量是取得这个平衡点。我这样跟部长建议哦，就是说，因为台湾希望吸纳更多的国际的企业来我们这边设营运总部，这是长远以来了。我想这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不管是谁做总统，不管是谁执政，讲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希望成为亚太运筹中心、亚太营运中心。Anyway 哦，就是类似的概念哦。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规划是没有改变的啊，这个方向是确立了，那么至少哦，我们对企业的税要能够尽量的降。那么对个人的税，我们可以做调升，我觉得这是要做一个区隔的了啊。因为如果现在让外界觉得我们就是一网打尽了，反正企业个人我们通通都要来调了，这未来就是一个涨税的税率这个调涨的时代了。那么也许你说人跑不掉了啊，也许人比较难跑，可是企业可以不来啊，是，企业可以选择改到别的地方去设营运总部，这对台湾来说的损失是很难以估计的。一个企业在台湾设营运总部，它不仅是税的问题，它还有就业的问题，还有产业布局的问题。这对台湾的未来来说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要建议财政部的一个方向啊，当然这个会议还没有开，我建议财政部的方向是第一了啊，健全财政不仅能从税制的改变，对，健全财政然后什么？不应该只从税制是作为唯一的一个工具了啊，这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是第二个，就是在做税制调整的时候，企业的税跟个人的税哦，恐怕要做分开的考量。因为企业的税所牵涉到的可能还有产业的规划，还有我们希望吸引更多的这个国际级的企业在我们这边设运筹中心，那么或者设营运总部哦，那么这些东西我认为了啊，至少要跟经建会要跟经济部做过适度的沟通。但是个人的税哦，我是建议财政部可以做调整哦，因为这个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边做过反应了，所以在个人的税率上啊，我想这个陈忠陈院长也谈过了，那么我们在做整个产业结构的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用税制来做一些社会公平正义的补偿哦。那么对于中低收入，在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分享到果实的，我们可能要用税制所调整所收进来的税收来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来让他们协助他们度过这段过渡的期间。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人的税制恐怕就要做部分的调整。可是我建议的这个调整啊，要做同步的调整。第一，我是建议财政部可以考虑了啊，你针对个人所得税的集聚再做增加。那么最近我们会提出另外一个修正案出来，就是在1000万以上的，我们可以把所得税率从40%调到42%哦。那么我相信这样的调整可以增加一部分的税收，但是同时啊，财政部讲了很久的负所得税哦，从上一届一直讲到这一届哦，那么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推动负所得税的概念。如果我们增加税收是为了推动公平正义，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协助我们这些中低收入的民众一起度过我们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这个过渡期的话，那么负所得税哦，是不是也一并应该在整个规划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考虑，部长？是，特别跟税委员说明哦，就是这个负所得税，尤其是在复改会的20个题目里面，它其实是列为其中的一项，大家讨论这个也是觉得那个时候当时是蛮支持，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直接去施行，那后来就是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福利法通过了以后，就变成我们的那个负所得税如果真的要推动，就变成跟现在的这个社福里面有很多的 overlapping， 所以以现阶段来讲，我们因此没有特别把它放在里面。不过这个概念里方向我们是非常认同的。那我也要特别这个跟税委员解释，就是我认同，就是说刚才讲这个财政的健全绝对不是只靠税改，因为尤其我们的这个负债是累积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
一个资产去跟这个负债去搭配，光是靠税收，那台湾的经济真的是会令人相当这个冲击会太大。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这次的小组里面有这个内政部，然后有经济部在里面，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里面对于资产的部分我们可以多加考虑。那像邱显比的话，因为他是基金专家，我们也是觉得国家有很多的基金，其实这个部分也不必然一定要变成一个隐藏的负债。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希望除了税以外，我们怎么样健全财政，其实有很多国家的资产是要活用的，然后利用的效率要高一点。我想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就是未来财政健全小组会议所做出来的结论不仅仅是税制的改革，对不对？对的。否则外界一直就认为说财政健全小组会议开完了，我们马上就要决定要不要科什么正所税了，要不要这个实价科税了，要不要做其他的这些税制上的改革了。我认为如果先前没有办法对外界讲清楚说财政健全小组所端出来最后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建议是涵盖很多层面的，因为的目的是为了健全政府的财政的，不仅仅是就税制一环来下手。我觉得这个要先讲清楚，外界对于这个会议的结果就不会有错误的期望那么到最后，因为错误的期望会导致到很高程度的失望，那么这个会议开完之后恐怕就不见得会得到外界的掌声了。好的，好，谢谢。然后我特别再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第二页今天的报告也讲财政健全小组的目的呢，三个：健全财政、量能课税跟促进就业。为什么会把促进就业放在里面，也是考量说我们不是目的不是要把企业都赶跑，这点一定要考量。谢谢部长，辛苦了。